有33位朋友们问说，诶，现在台湾许多的企业啊，都是在展开所谓的数位转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那请问，企业如果要转型成功哦，那关键是怎么样哦？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说一开始要转到哪里去的这个目标，是不是企业里面包含所有的员工，以及所有你的客户、利害关系人、股东等等，都可以很容易的讲出同样的目标来？也就是说，同时讲出同样的目标，像我们去年是说，75%的人都要买得到口罩，戴得上口罩；我们今年是75%的人都要打得到第一剂疫苗，哎，好像今天达成了啊。那等等，就是到大家朗朗上口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数位转型就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去找出同样的目标，有各种各样不同解决的方式，每个都解决其中的一些，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探索很多的可能性，这是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除了共同的目标之外，就是有新的创新的想法的时候，多快可以在你的组织里面扩散？不管是民间的朋友发明了新的扫 QR code 的十连制系统，到现在还有人觉得是我发明的，但是不是啊？是 G0V 的这个临时政府频道里面两位诚信网友发明的哦。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觉得说好像一下子就出现了？就是因为从他们发明这个东西，到我们变成全台湾200多万个不同的小店家，甚至都自己印出来使用，只有短短的3天而已。所以这个扩散的速度越快，不是说等我们班编明年的预算那样就来不及了，不是说我们等下一季的这个季报表出来那样也来不及了。最好是在1周之内，甚至3天，甚至24小时之内，如果真的一个很好的想法出现，我们就说，我们开门造车嘛，你行你来嘛，没有这个面子问题。这样子的话，大家往共同目标的这个创造力才能够发挥。不然，如果他的新的想法要等一季，要等1年才能够发挥的话，那大概就算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就不会达到转型的目的。就会变成就是只是导入一些数位的工具，而且也不一定能够降低大家的风险，或者是增进效率，说不定还增加风险，说不定还做重复的工作，因为第一线的创意没有办法这个均匀的扩散，大概这两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点哦。那在换到下一题之前，我也提醒大家说，随时你最新的问题可以追问，追问我也都可以看到哦，它会跑在 Slido 上。那或者是如果要按一下麦克风，然后直接在线上开始对话也可以哦。那但是如果没有人特别举手，因为 Teams 有举手功能嘛，没有人特别举手或追问的话，我就会再往下再进入下一题，这样好。那有35位朋友们问说，在这个数位化的时代哦，有没有什么给企业或者是给人才，在员工或人才发展上面的一些建议啊？很好的问题。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尽可能的做所谓的 cross-functional teams，就是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长去做整合。怎么讲呢？举例来讲，像我刚刚说，有共同的目标，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可是如果在会议室里面，就是有一个人他比别人都资深，然后比别人经验都丰富等等，那我们虽然说集思广益，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是就是那位主持人或者那位最资深的前辈说了算。这个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嘛。那所以我们为了要就是让大家都有提出想法的机会，我们会很刻意的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说，我们在像 Town Hall 啊或者 HR 这种及时的讨论提出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一些让你可以匿名提出问题的系统。这个不是说网络上那些匿名网友啊，不是这个，而是还是会议室里的这些人。像今天会在 Slido 上面提问的，也就是线上参与的这几十位朋友嘛，不是网络上正在看直播的其他人，所以我们可以确保说上面的意见都跟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相关，但是呢，他就不会有好像谁资深，那比他资浅的同一个部门的朋友好像就不敢举手的这个问题，因为反正都是匿名，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就算是真实的这个会议的会场，也是大家都在看笔电或滑手机，所以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所以呢，我以前这个举手问问题的时候，如果比我资深的人在场，我就会想说，那我这个意见是不是 a stupid question？就是只有我有这个问题，大家都
都没有啊。那这样我举手我就不是很敢。但是有了像 Slido 这种我们叫轻社会 prosocial 的空间的时候，哎，他也提了问题，哎，就发现哎，29个人帮他按赞，35个人帮他按赞，表示说哎，这个问题真的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议程设定 agenda setting 的这样子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越均匀的分散，我们就越容易让人才去往他本来不是那么熟知的部分，应用他自己本来的所学去横向的发展了。所以有这样子横向发展 cross functional team 的一个轻社会 pro social 的空间，不管是在现场，就是可能大家写个便利贴，然后收一收，然后匿名的贴上去，所谓的 KJ 法，或者在这个 Slido 上面，我们当然电脑自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啊，这个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营造这样子 cross functional 的空间，我觉得是最为首要。那当然每个问题我只会大概这样简略回答，如果想要我举案例啊，或者追问什么的，都很欢迎继续在 Slido 上面追问了，我们就继续啊。那有29位朋友们问说，那委员您好，就您的观察，所谓的数位化啊，对台湾产业界的影响，或者是说冲击，因为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影响嘛，到底有哪些哦？我觉得要分两个来看。一个是说远距工作、远端工作，这个已经是在疫情时代国外是已经就是这样子了，其实已经没有走回去的可能性。那在台湾当然我们是所谓的混合实境了，就是我们面对面觉得不错的我们面对面做，但是我们远端觉得不错的，那我们远端的一些元素放进来，因为我们疫情没有那么严峻，所以我们有这种 mix and match 的这种弹性。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这样就算是制造业，他们现在也用很多混合实境维修的时候不需要老师傅一个一个厂去巡啊，老师傅可以附身在比较年轻的师傅身上，直接去教他们怎么样修这些机器。那像这样子的做法，不是说远端去抹杀掉近端的贡献，不是网路真的完全取代了马路，而是它结合了网路好的部分跟马路上面好的部分，就是人跟人实体的交流跟概念的跨时区跨领域的分享，这两个可以同时并存，那这个是蛮好的影响。那当然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没有办法提供像这样子的工作体验的话，那你的员工现在就是如果他是视讯上班哦，那你他开另外一个视窗稍微斜杠一下哦，说真的你是不知道的。那你如果硬要说这个他飞到实体的场域，你要看着他盯着他不可，那以前可能你的这个行业在台湾就那么几家，所以他不是很容易去转换工作。那但是现在因为远距工作非常的时兴，所以他找一个时区类似的，或者他愿意日夜颠倒找一个时区很远的但是类似性质的工作，这个要跳槽是一点不困难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尤其是在比较是像我们学设计啊、写程式啊、等等的这些本来就可以在线上共创，你到了公司也是抱着一台笔电的那种工作上面，所谓的 mobility 就是员工个人的能动性啊、移动力是变得非常高了。那也有很多所谓的数位游牧民族，就是说他只是找频宽最好然后自然环境最优美食物最好吃的地方，但他不一定要在那边上班，他就是透过远距去全世界是适合他的团队去找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对各位在规划自己的工作环境的时候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在下一个世代新进的员工，如果你不给他像这样子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的话，那他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是比疫情前的选择的范围要多的、哦、以前只有同一个地区，但是现在是同一个时区甚至跨时区都是他选择可能未来雇主跟团队的对象，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有16位朋友们问说，政委您好，请问如何让不习惯用电子产品或者是就是拒绝改变的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些同仁、哦、能够接受数位化这样子的一种趋势哦？我觉得不习惯用电子产品并不是问题，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学技术的去配合大家，而不是要求大家来配合技术，这个概念要先有。那我举例，好比像说像去年大家都很习惯填纸本的十连制，那纸本的十连制当然写字很麻烦很花时间等等，但是因为去年疫情不太严峻嘛，大家也就得过且过。那现在当然在今年这个五月有简讯十连制之后，大家会开始学着扫 QR code， 可
可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出这一套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说要取代纸本，我们没有说纸本要退场，我们只是说纸本大家共用一支笔可能有感染的风险，或者如果你比较相信你的电信商，没有那么相信那个店家的话，那你可以选择把你的足迹放到电信商里面，而不是放到那个店家那一边，但是这是给你的选择，而不是要你非得无纸化不可。无纸化并不是我们数位化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说习惯用手机智慧型手机扫的人就去用扫的，习惯用手机但是不习惯下载 APP 的可以用好比方说 LINE 或他内建的照相机的扫码程式，那他连后镜头都没有就是用翻盖手机的，那我们专门印出15个场所代码，15位的代码让他手动传简讯到1922，完全没有带手机的旁边人可以帮他扫，然后写个加2加3、表示他带了多少人，那一个人去又没有带手机的朋友那还是用纸本啊，而且那边有创新嘛，也有一些村长里长帮他们的老人家刻了不用沾墨水的连续章，一种印章哦。那所以他一进去看到纸本他也不需要识字，他就盖个章就进去了，那像这样子说不定比扫 QR Code 还快啊。所以我们如果是推动数位化是为了要剥夺大家在实体的在类比的在纸本的创新的话，像连续章这种东西就不会出现，但是就是因为是并存的，所以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因地制宜的提出他的长辈比较习惯的创新，而这个对长辈有好处，因为年轻人很多都去扫 QR Code 所以就不会挤在那边，长辈就不会觉得他写字慢哦，被后面的人催促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数位化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去配合社会的需求，去理解到这些比较资深或这些长辈的朋友他可能不是一定要用纸，他可能只是习惯一支笔，那这样子你就用电子纸或者平板让他用一支笔批改，他说不定只是不习惯键盘，但是他视讯非常的熟那现在反正吃到饱的宽频嘛，那你就是用视讯的方式让他附身在资深的这个同仁，附身在资浅的同仁身上，那真的需要操作什么资浅的同仁也许可以帮忙等等，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们才愿意把他们的创意他们的经验尽可能的留在我们的这一套协作的系统里面，才不会变成说因为这个技术的隔阂导致他的频宽降低，所以他脑里很多很好的点子反而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我们的数位转型当中，所以尽量的去兼顾，然后尽量去配合，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那可以多看所谓的通用设计通用设计这个研究领域专门就是在讲怎么样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不是特别说一个专门给某一个年龄或者是专门给无障碍或者专门给手机使用者，而是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足够的有弹性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有17位朋友们问说那请问数位转型要怎么样子来提高自主学习的动力，也就是说怎么样不是由上而下的说那大家就是非得学这些东西不可，而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然后再去找这种资源，去说那我们在网络上面有哪些社群哪些社团比较已经在研究这件事情了，所以就算它不是一个公司里面的部门，公司里面也可以说所有对这个感兴趣的，像之前常常有组成社团啊组成读书会啊之类，但是社团读书会不一定是公司决策或者是工作的一部分它比较是下班之后做的事情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就是运用这种横向连结有点像社群网络的方式去说没有任何人都可以去开始这样子一个我们叫 special interest group， 就是对某件议题探究的这样子一种兴趣的群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让对某一件事情感兴趣的人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没有需要付出人际成本的情况下，就找到整个公司或整个企业体里面有多少人刚好也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想一想，虽然大家都有 email， 但是我们不可能说一个人写 email 给全公司5000人，然后就只是问说我最近在研究元宇宙，请问有对元宇宙有兴趣的人请回我这封信这个一般的员工如果这样一下子寄信给5000人，大概立刻下就是下一天可能就要就是开始收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事实上不是说没有一次联系到全公司员工的方法，但是因为我们对于 email 看得很重，是所谓的 reply mandatory， 你收到了大概就要回，或至少要副本的时候要知道要做整理，所以很难去做这样子一种一时兴起的这种讨论。但是我们如果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固定的有点像是 Slido
或者是 Teams， 或者是有很多人用 Slack， 等等，我们自己是用 Rocket Chat 等等的这种方式，就好像一种很轻松可以聊天的茶水间，在上面不管你写任何东西，都不预设任何人会看到或者一定要回。但是呢，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可以立刻勾几个人，立刻就揪团，变成一个视讯或者是一个通讯群组或之类的。那每一次开始这样子一种兴趣性的社团的成本越低，那这样子自主学习的动力呢就越高。所以我是蛮建议说，在虚拟的世界也要规划像是茶水间这样子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正在用的 Microsoft Teams， 其实就是觉得 Skype 实在是太 serious 了。Skype 你找到那个人，那个人非得回不可，所以就专门规划一种，就是其实功能跟 Skype 没什么两样，但是在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随时做笔记啊，随时稍微就是把很多感兴趣的人再开一个小的会议室啊，甚至透过所谓的齐聚模式，大家可以挑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背景，然后大家脸凑合在那边，而不是每个人都切成16:9的很多小格子啊之类。那这些我觉得都是现成的很多软体的功能哦，大家可以就是多玩玩看，然后比较 casual 的去使用，应该就可以提高大家在上班的时候自主学习的这种动力哦。Rocket Chat 啊，是我们自己在行政院里面架的，但是它跟 Slack 是非常的相像这样子。好，那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兴趣群组嘛，有人提了 Rocket Chat， 然后大家就可以开始立刻在旁边聊起来，不会演讲者觉得说一定要讲完才能够提问等等。所以 Slido 也好，旁边的会议聊天也好，都是这种比较是 informal space， a reply optional space 的这种体现了。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有19位朋友们问说，那要怎么样定义数位化的能力，要怎么盘点人员的数位的能力哦？那来接轨未来的培训哦，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们在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的这种技能，它需要比较这种 meta 的，就是后设的一种技能，就是有新的更适合的工具能够来完成某个工作的时候，你不会害怕去学习这种新的工具，并且可以掌握它的基本使用方式之后，很容易的就分享传授给其他人，也就是了解新的工具，客制化新的工具，然后传播新的工具这样子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是非常精细化，非常 specialized， 不是非常特化的，它比较是说你有多少正向的经验，所以创造很多这种你一开始视讯等等，旁边有人帮忙，可能有设备，说不定这个摄影机会自动追踪你的脸等等，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工作环境创造成任何人在第一次接触，他之前没有接触了任何工具的时候，他都是一个相对正向的这种态度，那你就可以用一些很标准的方法做前测后测啊，对不对？他用完这个工具之后会不会推荐给别人啊，1-9分啊，他有没有这个觉得他完成某件特定的事情的时候，未来还可以再运用这个工作到其中某个部分，1-9分啊等等。那透过这样子自评或者互评的方式，很快你就会发现，哎，大家对于积极的主动的学习之后去教别人这件事情，是他工作的成就感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来源哦。那这个培训也就比较容易用自发的方式去做到。我举例，好比像说在我们的就是开放政府的工作里面，我们每个月会办2场协作会议哦，协同工作会议，就是靠跨部会的朋友一起来研讨一个其实不是单一部会就可以做决策，而是需要集思广益大家一起做决策，很多是网络上联署来的这些联署案。但是呢，我们就会特别去说，哎，我们的分组讨论，我们的场地的设计，我们线上的这种引导讨论，看 Slido 等等，都不是那个部会的主责的公务员来做。所以当我们在讨论2017年说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要重新设计的时候，哎，主持讨论的可能是海巡署的公务员。但是呢，当我们在讨论向海致敬，怎么样子去开放钓鱼啊、冲浪啊等时候，哎，说不定又是金管会或财政部的公务员来主持这方面的小组讨论，来设定这方面的工具哦。那为什么要专门这样子做呢？就是因为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哎，这个海巡署的他也是纳税人啊，他是站在民众这边，站在客户这边的。那关于冲浪或者钓鱼的事情，这个金管会的或者财政部的，他也是钓鱼跟冲浪者，他又不主管海洋业务，所以他是很容易站在民众这边、顾客这边说话。
所以除非是说你本来就已经有很好的所谓的 onsite customer， 就是很敏捷的有客户的代表，能够很容易的在你的就是 ideation 想新的方法的时候立刻就有制度的引进，不然的话其实这种跨部门的不是我自己部门的业务，我只是其他部门的客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这样带进来。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他也要为自己争取权益嘛，所以他去学这种新的工具，去把讨论场合变成真正意见比较带得进来等等，他就有这个动力啊，因为反正不是他要最后要做这件事情啊，他只是出一张嘴，所以就是每一个部会都有轮到当小组长或者是当引导讨论员的这个机会，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大家就很容易互相切磋，然后创造更正向的经验。我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说企业在转型的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子迅速协助员工来度过阵痛期哦？这非常好的问题。我具体的建议就是像刚刚讲，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在玩乐的这种感觉，就是不会觉得好像你一下子就要担负这个空间成败或数位转型成败的一种责任，而是说你想到什么主意，像我之前在矽谷的很多公司都有所谓的 20% off， 就是它有 20% 的时间是让员工用公司的薪水，但是去做他自己想做的比较实验性质的事情，那如果成功了就变成公司新的服务或产品，如果不成功的话，那大家学到说这个做法实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像这种比较自主的探索式的东西，就好像说如果你是参加这个奥运比赛，那你当然就这个就是不管是打网球还是打羽毛球什么有不能输的压力，全国的人都来看你，但是呢同样的这个一个对手，同样的场地，如果你就是下了班去就是切磋一盘的话，那你反而可以是没有什么阵痛期，就是如果你碰到任何问题的话，那下次改进嘛就可以，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 performance 的 pressure， 就是没有一定要做到100%的那种打分数的压力，所以在这种不会有打分数的压力的地方多试几次，就有点像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Teams 的聊天呢，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问错问题会怎么样，因为反正都是匿名的嘛，那也不用担心说视讯品质啊或者是音讯品质不好会怎么样，因为字不记还有文字嘛等等，所以在这些情况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正向经验之后，我反而觉得良好的第一印象才是在他心里，他以后碰到阵痛期的时候会觉得说但是之前我也有过一些正向的经验，这个我一定可以了，我后面有一群有类似经验的朋友可以帮我一起解决等等，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支持他的力量就是从他里面，从他个人的经验来，而不是从外面好像说你一定要一对一人盯人的去辅导他，那个也是可以，但是毕竟不 scale， 就是它不是很容易延展，但是透过他自己的前面的比较玩似的或者茶水间似的正向经验，我觉得是比较容易，他心里就会有一个那我以前曾经克服过，我现在也一定可以克服吧的这种感觉哦。是那有15位朋友们说这个趁乱告白啊，说纯粹上来告白委员我爱你啊，星号啊，这个 XXD 哦，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那也是demo 说 Slido 虽然不能贴表情图片，但是是可以贴表情符号的，因为表情符号算是一种文字哦，谢谢这位朋友的创意的展示啊。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那数位人才啊要怎么样子定义以及要怎么样子去发展呢？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数位就是好几位啊，就是数十位、数百位啊、数千位，中文数位就是不止一个的意思嘛。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就是说数位人才他特别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整个办公室、整个团体里面可以同时不是只有一个人在主导创新或者在主导转型，可以同时类似共笔协作的这种方式去克服时间跟空间上面的限制，然后去做 prototype， 做 ideation， 去做创意，去做发想。因为在实体的情况我们如果一个人讲话，那很难大多数人一起讲话，这很困难，但是在线上这很容易，你做一个 breakout group 立刻就切成一个这个讨论群或者是你戴耳机不戴耳机马上就两个不同的音场，那同样的
情况就是我们在线上要试做某一个服务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次做出10000个 prototype， 然后用 A/B testing 等等的方式，让实际的客户来告诉我们，这个他们比较喜欢，这个不喜欢。但是在实体的店面，你要把店面一下布置成10000种样子啊，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数位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同时的进行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在这些可能性里面，如果那个参与者又有共创的能力的话，那就是数十位、数百位的设计师同时在帮助你创造。那越能够这样子做的，越能够数十位、数百位的，它延展性越高的，那它就越是数位人才，不然可能只是一位人才啊。那但是如果就是它的发展的过程里面需要，就是好比方它在数十人这边卡关了，它需要更多的我们叫辅助式的智慧 assistive intelligence 来帮助它去延展到数百位、数千位等等这个状况。那这些确实有些软体、一些技术、一些设备可能是需要投资的，但是这种延展的能力，我觉得是数位人才对我来讲真正的这种定义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这跟教科书上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啊，完全是我自己的想法。那有19位朋友问说，委员你好，对于资安限制哦，现在越来越严格，甚至影响到了数位化进步的发展。那么我们在很多线上有数位学习的工具啊，好比像说协作工具，例如像 Teams、Slido、Kahoot、Webex、Airtable 之类。那因为是云端服务的关系哦，全部都惨遭资安封锁。那金管会的限制甚至扩大到说，连边缘运算、资料视觉化需要大量云端运算的服务啊，都要先经过稽核才能够处理哦。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解法？当然有啊，我在刚担任数位政委的第一天，我就是在行政院里面架了 Sandstorm.io 的这套系统。那到现在如果你是公部门的伙伴的话，你到现在都还可以直接到我们在行政院里面架的ey.pdis 的这个地方自助式的用你 gov.tw 结尾的 email，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注册自己的账号。而且呢，不是只有能够用上面的所有这些协作工具，好比像说在上面也有 EtherCalc， 就是类似试算表，HackMD 我们这边叫 CodeMD， 也就是即时的共同打字。那甚至你可以上载自己的开发的应用程式，好比像说我们很多人一起订便当的那个团购系统，就是一个公务同仁自己用 JavaScript 写一写，那写一写之后它上传之后所有人都可以使用。那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子的底气哦，敢让任何公务员都当开发者？难道没有资安的问题吗？那就是因为我在上任的前半年，我请不管是行政院内技服中心或者院外这个 DevCorp 这个非常强的我们的资安高手，国际上面都是冠亚军的这种得主啊，那他们就是实际来攻击这套系统打了6个月，然后也发了3个 CVE， 但是 DevCorp 后来就说，这个真的是他们看过最安全的这个公部门的这种协作的系统，因为在里面的每一个软体都没有办法对外面去做通讯，也没有办法跨这个不同的软体去做通讯，它只有你所邀进来这个共同协作的一起订便当等等的这些朋友，而且每一个活动都是自动有集合的，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资安产品，只是假装成一个就是可以就是内部 on premise 跑的一个协作的产品而已。所以我会蛮推荐，那因为这个是自由软体了，所以它也没有什么授权费用的限制，任何人就是自己随便找一台电脑，就好像是Jitsi 啊这种视讯软体啊，或 RocketChair 啊等等，都可以很容易的自己架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我们在外面确实看到一些新的做法，那我们到了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包装起来，去看自由软体社群现在正在用哪些开发工具，那我们把它包成 Sandstorm 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在我们的内部网络也使用，就不会有所谓的公有云的这个问题哦。那当然云端运算就跟这个也不太一样，我刚刚讲的比较是协作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的机器就真的没有那么高的算力，你就是需要丢到外面去算的话，那当然就如果有一些个资的话，那当然是金管会的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同态加密的技术，就是你自己在公司里加密丢去公有云算的时候，他帮你算，但是没有办法解密，他算完之后丢回来，你把这个算的结果解密之后，你就得到要的结果。那这个在今年也已经成熟了嘛，所以你也可以考虑用同态加密技术。那其他好比像说安全的多方运算技术，或者是如果你是做机器学习
的话，分散式学习、切分学习技术等等，这些都是相当值得大家去看，可以同时保障自然隐私，但是又可以让你去运用公有云上面算力的很多的，我们泛称为 PETS 啦，就是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增强隐私的技术啊。那在聊天室里面，这个有朋友说，我看起来，听起来用的是轻轴的键盘哦，确实用的是轻轴的键盘。那不过这个是我自己在我的宿舍用的，那我的宿舍就我一个人专门视讯啊，所以不会吵到别人哦。但我在办公室用的还是普通的没有那么吵的键盘哦。那也很感谢这些朋友对于轻轴键盘的分享。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回到 Slido 的问题上面？有18位朋友们问说，企业投入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不同类型的企业当然各自都有各自适合的转型方式，那但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比较适合从人才培养的方式哦，来当做数位转型的第一步啊？这很好的问题。我会建议是说，我们在矽谷都是我自己的之前的公司了，都是说drink our own champagne 哦，自己酿的香槟自己喝哦。当然在矽谷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高雅的讲法，我就不讲了。Anyway， 就是你自己的员工越是你自己的顾客的时候，那你越适合用这种我们比较像社会创新共创协作的方式来做数位转型，因为你有第一手的客户的经验，就像刚刚讲到的，金管会的同仁也会冲浪啊，这个海巡署的同仁也会报税啊，那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我们运用这些人才的培养来当做我们想到新的主意并且凝结成可行方案的方法的时候，每一步对大家都是一个正向的回馈哦。那但是如果你的产品或者服务是不是你的大部分的员工实际平常会在使用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里面的某个小部分，那也不是说就不能数位转型了，而是说你的人才培养就要想得比较宽，可能是跟你的同一个生态链里面的上下游的厂商一起来共创，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有刚刚我讲的这种特色，只是说可能就不是在你的单一的部门或单一的事业体里面专门培养人才，这个人才就可以帮你规划整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可能要稍微想多一些。那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像总统杯黑客松啊这样子的活动，那你如果上去看我们历年前五名的卓越团队的话，很多都可以看到是比较传统的，好比像说国营事业啊、台电、台水等等啊，它就是因为结合了某种新的可能性，那他就发现说，哎，他的顾客里面有一群人是有跟他共创的可能性的，不管是在那边做节能的朋友，看到了智慧电表分析说，哎，你家里最耗能的就应该是电冰箱或冷气机，立刻换掉它就马上省电费，不是未来再省电费，或者是说像这个环保署这个收集了很多饮水机的水质监测资讯，发现都没有人看，他们自己平常也不会用，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奉茶好像宝可梦的 app， 让你拿着水壶去倒水的时候顺便打卡，可以换金币，可以跟人聊天，还可以说这个你省了多少塑胶瓶，还可以去学到当地地方创生很多的这种小农的茶饮料等等的故事，总之就是精灵宝可梦那一套了。那这样子的话，哎，突然之间他们就因为这个第三方的介入，所以他们自己产出的资料或者产品他们自己就变成了使用者，他可以透过一次转移的方式让自己变成使用者，那这样的话又回到可以互相培力人才为主的数位转型的这样的做法，希望回到这个问题。好，那有一个追问哦，问说，那我刚刚一直讲说以人才为本的数位转型，但是如果完全没有数位的平台，好比像说只有靠大家写小纸条，或者是这个贴在白板上，白板上很多颜色的磁铁贴点投票等等的方式哦，是不是能够做到数位转型哦？我想这还是设计思考的一部分了，还是可以做到组织转型、组织再造、这个工作再设计、职务在设计等等，这些都是有数位平台以前大家本来就是用团体动力、开放空间科技等等方式就可以做到的一些转型的工作，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只有数位平台才能够做到职务流程再造等等的转型，但是毕竟就是有经验的引导师他一次引导二三十个人真的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最好的引导者他里面工作机械化的部分写成像 Slido 或者 Teams 这样的
城市来做的话，那岂不是说同样是有这样子转型带领的人才的能力的人，他就可以一次服务到上百人上千人，他的延展性就提高了。所以我觉得数位还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啦，但是很谢谢这位朋友提出这样子的追问哦。有22位朋友们问说，哎，那请问委员，面对数位转型的策略，在所谓的人才策略上面 ，HR 可以如何协助公司哦，来提升竞争力哦？其实我刚刚最开始讲的两个嘛，一个就是大家都透过数位的方式了解到为什么要有这个共同目标，或者形成了共同目标，以及这个共同目标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举例，好比像说刚刚讲到的，为什么要75%的人戴上口罩，在去年为什么今年75%要打疫苗等等，都是因为透过一个数位频道，就是每天下午2点的记者会的直播嘛，好像公共卫生小教室这样子。那大家连续看了这个几百个下午之后，哎，或者就算只是看图卡好了，看了几百张图卡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共同价值，为什么戴口罩，为什么勤洗手等等，为什么要做疫调追踪等等，哎，大概虽然不一定能够讲到就是方程式的那么程度，工位专家的那个程度，但是基本的概念，我想绝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有基本的概念了。所以一方面你可以协助公司有类似这种及时回应、问到饱、汤号等等的方式，确保说大家共同的价值跟目标不但有对齐，而且任何员工都可以参与它的制定，而且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今天是这样。那第二个就是说，哎，当有人想到更好的方式的时候，像我们疫情是你打1922，说这个你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哎，立刻如果真的很好，就会提出来讨论，或你自己做一个口罩地图啊、简讯式联制啊，那立刻新闻记者一报道，哎，我们隔天下午2点，我们就会说，哎，我们采用等等。所以也可以透过像这样立刻给出交代 accountable 的这种方式去鼓励这个员工的创新，大概这两个我都觉得都是人才最主要相关的策略哦。有21位朋友们问说，哎，那委员可不可以分享有没有哪一个数位转型的案例哦，是觉得特别成功的？我想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资料啊、隐私啊、资安啊等等，所以我比较细的讲一下简讯实联制这个例子好了。刚刚我讲的大概都是在服务的递送的这个方面，让他不需要好像一下让大家不适应非得丢弃纸本哦，而是每个人自己喜欢的扫码器，从疾管家到 LINE 到我用的是台湾社交距离到趋势科技等等，非常非常多的扫码器嘛，台北通等等有非常多扫码器。那这个就是第三方、第四方等等，这个数位就是数十位、数百位最好的一个体现，因为每一个人他实际应用需求都不一样，按照那个需求，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开发者去在共通的这个标准、共通的价值上面去开发扫码器的工作，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人对隐私跟资安提出质疑哦，提出具体的忧虑。举例来讲，像简讯实联制之前就有一个叫做张渊森的法官。那这位法官呢，他接到一个搜索票的一个请求，说有一个刑警他是在侦办什么跨国诈骗之类的案子。那因为在简讯实联制上线的时候，当时有这个通讯就是监察的保证法嘛，就是通报法。那在通报法上面，哎，他刚好看到了这个嫌疑犯他扫这个15码，但他不知道这15码是什么，所以他就写个搜索票，希望法官能够让他去搜索制发 QR code 的单位或者店家哦，来让他重建这样子一个嫌疑犯他到底去过哪里的这种轨迹。但如果大家扫过我们的简讯实联制，应该可以记得说是在上面特别写了一行，我加上去的，说这次的实联简讯只能作为防疫使用，那绝对不是说侦办案件使用了。如果他是侦办案件，那不但逃犯不会扫 QR code，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扫 QR code 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那张渊森法官他没有给出搜索票，所以这个刑警也没有办法取得那个 QR code 的资料库。但张法官做了一件我觉得很好的事情，就他不是自己好像就签结了，而是说他就写了一个报纸的投书，说他觉得需要另外一种法制上面的一种确保说这些电信商就是不把这些简讯实联制的1922的简讯交给刑警，
这个他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他需要法治这边能够要跟上、哦、那这就呼应到我们刚刚讲到自主的这个人才看到同样的目标，现在做法可能会偏离目标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怎么改变现有的做法来更能够呼应我们本来的这个目标的做法，那我们也立刻就说哎，对，这是他的想法非常对，那指挥中心马上开了会，法务部马上做出了函示、哦、说这种28天要删除的不是人跟人之间的通讯、哦、你是PO在就是我们简讯实联制的资料库里面，那20几亿则里面其实到现在也只有1100万则、哦、是、就是因为疫调的需求有被各个县市调起来的，所有其他的其实早就删除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sms.1922govtw 这个网站的底下就可以看到最新的统计数据，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给出这个统计数据，二方面呢因为28天就删除又不是传给特定人，根本就不是应该是、通讯监察里面的所谓通讯，所以各大电信拿着这个函示他不给刑警、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非法、哦、就没有犯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像是、在国外像、新加坡说如果是重刑犯的话那警察还是可以去跟医疗人员调，或者韩国根本是医疗人要去跟警察调的情况，我们就没有偏离这个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反而是透过不管是法制人员或者我们张法官或者是我们指挥中心的 法制组等等、的协力之下，在 G0V 的这个技术的指导底下，我们一下子就说那我们当初说的共同目标是仅为防疫目的使用，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必要的修改跟法制说那它就是仅为防疫目的使用，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成功的数位转型，因为如果你转型是要达到某个目的但中途如果被 hijack 被劫持、哦、跑到另外一个目的上面，说不定另外那个目的、也很成功，但你不能说你数位转型成功，你只能说它产生了另外的某种副作用、哦、这样子。好，那、有20位朋友们问说，那想要问说要怎么样让员工愿意打开眼界而且主动跨领域学习、哦、而不是总是按照专业来做分工、哦、非常好的问题。那我刚才、具体的分享就是说我们打开眼界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在他是、刁民，对不起，他是顾客 的那一个角度，而不是他是主管的科长或者主管的同仁的这个角度，因为当他是要承受、全部的风险的时候，他当然自然不会在这个题目上面去跨领域学习，但是当他是提需求的这一端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跨领域学习的这个本能、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也可以适当的透过像我刚刚讲到的混合编组，那确保说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领域，像我自己的办公室20几个人，我们30几个部会大概有一半都有派人来我的办公室，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你同时只能派一个人来我的办公室，所以不管他派来的人是参事的等级或者是科长的等级，他在他自己本来的部会里面可能有长官属官的关系，可能有这种权力关系专业的分工就是交办的关系，但是因为到了我的办公室你不分你的职等职级，反正你的部会也只有你一个人来，所以大家就很自然进入一个学习型组织的情况，因为每一种部会是一种不同看事情的角度嘛，所以当某个部会的提案在我们的办公室讨论的时候，其他部会的同仁都可以很自在的用他的部会所主张的那种价值，不管是教育的价值、文化、内政、通讯、传播等等的价值来说，哎，那我觉得这个案再怎么样子调整可以更好来满足我的这个部会的需求，他就不用担心说提这个想法的人、是一个很高的职等、是2、3职等，那我自己只是、7职等、8职等、好像不敢这个以下犯上，好像我只应该、就是打零工、不会这样子嘛，因为我代表一个不同的一种看世界的角度，所以当你在做这种混合编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种全新的现有的成员没有的看世界的角度，那这个比起专业的分工要重要，因为专业分工、是你已经知道事情要怎么做的时候再去做，但是我在讲的是 ideation， 就我只有共同的目标还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设计思考的前段的时候，那特别适合这种混合式的分组，希望有、这样子的有一个追问很好、有一位 Connie 有一个追问说，对，那大家都提得出需求非常棒，那但是呢到底怎么落实这个需求不一定想得出来也不一定愿意想哦，那所以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觉得提需求不是抽象的提需求，我们常常都是说
你可以用就是所谓开门造车的方法，就是你画出一个流程。像我们当时在做暴雪软体的《难用到爆炸》的重新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是请混合编组里面的每一个纳税人，因为说真的，不管你是哪个部门的公务员，你大概都会纳税了。你去画出你理想中的那个报税画面，所以他所谓的提出需求，不是抽象的提需求。抽象需求我们已经有了，就是要让民众不要觉得暴雪软体难用到爆炸。这个满意度要提高，这个是绝对不需要你来提了。这个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那我在讲的需求比较是 requirement，就是说，如果长成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它比较有亲和力，而不是说，暴雪软体应该要有亲和力，那种是比较是 vision 的这种层次哦。所以有了共同的 vision 之后，我们的协作跟共创都是说你行你来，不然你要怎样的这样子一种角度去问。那我们是引导他们去主持这样子一种讨论，说，哎，那我觉得具体来讲，好比说，我应该要在我的手机上就可以完成报税，我觉得要拿健保卡或自然人凭证出来很烦。那但是，哎，我的手机要怎么证明我是我自己呢？哎，我有想到，在国外或者在什么别的地方，有一种方式，它可以传个简讯给我。那我的月租型门号是登记在我的名下，我当初办门号的时候已经用过双证件，所以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确定我是我了吧？等等等等。那因为他已经把这样一个服务流程讲了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个报税软体的服务流程，所谓 user journey 上面抽换掉其中某一张卡片、某一张便利贴，所以他自己的这个创意，它是放在大的脉络里面，让大家可以就事论事的来进行讨论。我们如果是在实体，我们就会用白板跟便利贴；我们如果是在线上，我们现在用的是 Slido 跟 Miro，Miro 就是以前叫 Real Time Board 的那一套软体哦。但不管你是用实体的白板还是线上的白板，概念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行你来。然后提需求的方式是一个 demo，就是一个示范的一种方式哦，就是具体的把它画出来，不是只是抽象的讲出来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那有19位朋友们问说，那到底什么是数位转型呢？如果还没有开始进行数位转型的话，到底要怎么样子开始，以及取得决策主管的认同呢？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对我来讲，数位就是许许多多位、数十位、数百位。那但是呢，转型要转到哪个方向，转到哪里？那这个还是不是数位的问题啊？这个还是这个决策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对于导入数位工具到底要达到哪一个部分还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决策主管还不认同，那你可以很 meta 的、很后设的去说，那我们先导入，让我们能够形成共识的 form common goals，就是形成共同目标的数位工具。因为我们要转到哪里那个目标，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嘛。那到底是哪些地方是痛点，哪些地方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觉得在做冗工，常常觉得我变成一个工具人或人形工具的这种感觉，把这种痛点搜集在一起的这些工具，像 Slido 或 Teams 的这种用法，哎，这个你就可以先做啊。因为你不管你接下来要转型到哪里，总之先了解实际的需求跟痛点，总不会错吧？那你未来就算这个就是决策主管说 OK， 大家提了那么多 Slido 的问题，但是我只做其中两个，但是至少大家有一个正确的凝结共同的价值的经验之后，就算只在那两个小题目上面，你还是可以透过这种经验有所发挥哦。所以就是这个目标的方向，如果一开始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话，我建议开始的方式就是引进我们这种凝聚共同目标，然后兼有 team building 的这样子的能力的很多这些数位的平台，那这些大部分现在都是免费的了，然后操作起来也不困难，所以至少就是你不会在资本们那边突然要编很多的预算呢。我们用大家手上的手机、桌机等等，大概都可以做到一个程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有19位朋友们问说，哎，有一家企业哦，它的人员组成如果比较多元，好比像说研发人员啊、制造人员啊等等，那员工的工作性质是不同，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样落实数位化的管理哦，来降低内部的纷争哦，非常好的问题。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如果有不同的工作性质的话，那比较能够共同在场 co-presence，就是设身处地，以那个人他实际碰到那个痛点为讨论的目的，越实际越聚焦，越能够去让不同的工作的朋友能够呼应到说，哎，那我也愿意从他的角度来看看要怎么样子增进这件事情。我举例，好比像说，之前我们有协助过故宫博物院去改造他们的票务系统，这是在疫情前呢，他们之前有做过电子的购票机，那但是他们后来就发现说，很多长辈都不愿意去使用，宁可拿一个纸本的票在那边排队哦，然后验票入场等等，那也不愿意去用电子或网上预购的这种方式。那但是他就慢慢形成一个印象，就是说长辈不会愿意使用数位票证，那长辈可能比较受得了排队，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当时协助故宫的时候，我们就是运用所谓的 ethnographic，就是所谓民族志的方法，实际去跟着这些长辈排队。那也就是说，不管你本来是做票务系统的、做办公室的人员，或者是你是规划空间的建筑设计等等的人员，都不管，反正你就先到长辈的旁边，用长辈的那个角度，实际去体验第一线的那个客服跟就是盖章让人这个入场的那个事情。那其实也不需要花很久时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就够了。诶，那大家去了一趟之后，马上就出现一个洞见。这个洞见是什么呢？因为你陪着他的时候，你会跟他聊天嘛。那所以这个洞见就是长辈并不喜欢排队，而且呢，对他来讲，那张纸并不是重点。那张纸他带回去之后，夹在日记本里面，告诉自己：哎，我有到过故宫，看过什么展览。或者他回去跟他的亲朋好友分享：哎，你看这个上面这幅画，我当时去看到了这幅画呢，等等。那这个对他来讲有一个情感上的价值。那电子的票证，它最多就是一个很快看起来就会褪色的感热纸哦。第一个，他觉得可能配不上故宫了；但第二个是说，这个东西他带回去之后，他根本不会想要跟人分享，他完全没有这种事后分享夹在笔记本里、日记本里的这种价值哦，所以他当然不去使用。那当解决了这样子一种无法对其第一手经验的问题之后，诶，那解法就很简单了。你要让长辈不排队，你就告诉他说：“诶，你透过像手机上 LINE 扫 QR code 的方法进场之后，你凭那个成功的画面，你可以去纪念品那边去拿一个凭证。没有人说感热纸是唯一可以发的凭证啊，它也可以是烫金的啊。而且因为我有个人化的可能性，所以我还可以专门去印你感兴趣的那些文物或者那些展览。那上面的这些 QR code，你拿回去之后给孙子孙女扫，扫了之后，故宫国宝就跑到那个无人岛里面呢，它还可以带你去动物森林里面玩呢，等等。那所以故宫也后来真的就把这些国宝挑了一些丢到动森里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痛点，你不到那个第一手经验的地方，不跟实际跟痛点打交道的票务人员或者排队的长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嘛。那但是呢，当知道之后，诶，所有这些有专业的朋友就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去规划出更体贴的一些服务的一些设计的方式。所以这种数位化的管理，它是建立在先有共同的体验、共同在场的体验上面的。有这个之后，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运用标准的管理设计、运算思维等等的方式去规划更好的流程。但共同的第一手经验，我觉得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哦。好，那有18位朋友问说，在资源局限下，如果仍然想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来进行数位转型啊，那这个是可以怎么样子去这个着手？但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你要为了跟上时代脚步，诶，我觉得目的，数位转型的目的，还是你本来业务的那个目的。现在只是说全公司的人，或甚至你的客户不相干的热心民众，都可以当你的共同研发的伙伴，共同做需求测试的伙伴，共同做品管的伙伴。就像我刚刚讲，数位就是好几位、好几百位等等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它是为了扩增你本来的这个业务的价值主张的可能性。那
这些可能性出现之后，你当然因为这个可能性，你会做内部的业务流程的重新安排，职务会再设计等等，这些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些不是为了跟上时代脚步，为了还是你的公司、你的事业体本来的那个 purpose、本来的那个 vision and mission 啊，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为了跟上时代脚步。那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要这个跟上时代脚步的话，那我们的资源局限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当你是用群众外包 crowdsourcing， 甚至群众募资 crowdfunding 的这种方式在做的时候，就是有点类似《汤姆历险记》里面七强哦，就是本来是汤姆一个人七嘛，他数位转型变成可以所有经过的这个同学哦，都帮他七强哦，而且七这个强呢，因为七的时候呢，这个是有一种创作性，好像他把这个油漆刷当做是一个 privilege， 好像只有众包募款的这个投资者才能够跟他一起创作一样，所以呢，反而是这些参加的同学要付他钱，而不是他要这个出钱请人来帮人帮砌墙。所以这种不相干的热心民众透过群募众包的方法，把他们的共同设计的这个热情变成共同目标的共同制定者。那你用这样的做法的话，你用的就是所有的人的资源了。当你的这种关怀是解决世界性的问题的时候，你本来就可以运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好像总统杯黑客松，我们如果花了三个月，这个 idea 到最后证明行不通，那参加公务员就是说，我只是参加黑客松啊，请个公假，我还是回去忙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他最后证明成功了，总统每年给出五个奖杯嘛，奖杯就是台湾的形状，底下有一个投影机哦，那一打开就是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是一个神主牌哦。那这样的话，他的公务生涯就改变了。不管他本来提的是在救护车上面就可以进行伤患的后送传递的远距的医疗，或者是说不用这个直升机后送，可能还会坠机啊，而是可以立刻及时会诊的这种平台。那到说我刚刚讲到的这个检索啊、奉茶啊，大家一起透过 AR 来规划这个怎么样种一片这个树林，能够达到减碳碳汇的目的啊等等。那这些想法当初提案的这些公务员，如果一旦真的变成卓越团队被参采了，他的公务生涯就改变了，因为他就多了非常多民间的朋友，包含愿意赞助的企业，包含愿意参与的这些社会团体。那以前都是在外面骂政府、抗议政府啊，那现在因为我们说了，你请你来，又有一个投影机当神主牌的情况，那这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公部门自己的资源局限，突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当你共创的对象越多，你越没有资源局限的问题哦。那这个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多看关于社会创新、社会设计这些事情的例子，特别是对于服务业，我觉得是非常的管用。那但现在就算是制造业，也有所谓的产品服务化的趋势嘛，那大家都可以一起了解看看哦。好，那有16位朋友们问说，那身为企业的高阶主管哦，那么在数位转型上面应该要具备怎么样子的宏观的这种执行力哦？我的想法是说，所谓的宏观视野啊，所谓的执行力，我觉得主要就是没有面子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是分散式的创新，那几乎就是没有什么英明的主管或老板哦，反而是你要不怕抛出一些很丢脸的只能解决问题到百分之几的解决方案。那如果有人这个出来所谓打脸，那你反而要不能有玻璃心哦，你要说你行你来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真的都是这样子。像去年的口罩地图的案例嘛，我常常有分享说，药师一开始觉得他一发号码牌那还没有过卡，所以口罩地图就不准了， APP 是不管用了，那所以就有药师抗议啊，在他门口贴啊，这个不要相信 APP 啊。那我的作为就是我就走进去，然后赶快就是跟他拉交情，买个冬虫夏草什么的，那然后就说，对，我了解到这个你现在就是碰到这个困难，那但是假设你是我的话，不然你要怎样。那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并不是说施压要他不能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一定后面有社群嘛，有药师社群，那我也就是为了你愿意改系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改，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的社群有没有什么想法，那我保证我隔天来如果有听到好的想法，我立刻就回去跟指挥官说这样。那后来他们讨论了一整天，他就告诉我说，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进口罩的时候进销存系统，你打一个负号嘛，所以你号码牌一发完，那你不想要在地图上显示，你就说，我进了负10000片口罩，
哎，那因为我们进销存系统没有做这个检查哦，所以它库存就变负的哦，变成顾客要卖他口罩还是怎么样？那总之就是口罩地图上它就消失了。那消失之后，它就不会再不生其扰的这个被烦。那它在这个午休的时候慢慢的去过卡，那隔天冲正嘛，再加10,000片口罩回来。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哎，这是类似白帽骇客哦，绝对是已经超乎我们本来的想象。但是我就大受启发，我就回去跟健保署说，那我们就按一个键，任何药局按这个键，它当天就打烊，那药师很辛苦，所以礼拜天我们预设让他打烊。但是如果他礼拜天还想卖口罩，也可以继续卖口罩。哎，这个立刻就变成我们的资讯系统的一部分。所以你问我说，哎，这个是不是我的什么事业？不是我的什么事业，我只是没有面子问题。我就算这个看到药局贴说不要相信 App，我也强化了我的玻璃心，深呼吸，有睡够的情况下走进去，然后说，哎，我真的这个做得不好，很抱歉。那假设你是唐风的话，你要怎样啊？不然你要怎样？你行你来啊！那就是不断的这样子做，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共享决策权、共享执行力，这个很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啊。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有16位朋友们问说，您好，请问要怎么样子说服主管哦，开始数位转型哦？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个主管他在让就是他的目标，这个公司的目标，让一般的员工或他的顾客都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的这个上面有受到挑战的话，那你一开始先不要提数位转型，你只要说透过一些共识形成的技术啊，透过一些这个把主管网红化的技术啊，你的这种价值主张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你背后的想法，那这个就是对他个人是有好处的嘛，可以降低他在决策上面碰到反弹，就是因为没有说明清楚或执行不力等等的这种风险。那从另外一个想法来讲，也省去他一个一个去沟通的力气，大家可以共享一个白板，那只有有问题的时候，他像 Slido 我现在这样回答一样，专门回答问题就好，所以也可以省力，所以同时可以安心降低风险，又可以省力，我觉得是说服主管的一个蛮好的方法哦。在我的经验里面，专注在安心省力，而不是什么别的 KPI 上面，大概是说服主管向上管理了的这个不二法门哦，大概是这样。好，那今天是不是就这样？非常谢谢大家的提问。